所以《纽约时报》就下了这个标题啊，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蓄意破坏的一个新的时代啊，把我们日常用品啊转为手榴弹啊。这次在黎巴嫩地区传出的爆炸，除了传呼机 BB 扣，还有对讲机之外，甚至还有人说也有收音机爆炸，所以这个当然是让人家无法忍受啊，因为等于是战争没有下限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黎巴嫩这个呼叫器啊，我们台湾叫 BB 扣，那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真主党他今年订购了 AR924 这个型号的呼叫器啊，那他大概是订购了3000多部啊，那结果万没想到，他这个呼叫器中间被人家插了一块板子啊，那里面有这个粘连到塑胶炸弹，所以呢就可以进行远端的遥控引爆啊，所以就造成了爆炸的惨案啊，这个就是爆炸的样子啊，左边这个是我们讲的呼叫器，那你可以看到上面写 Made in Taiwan， 不过这个爆炸是不是就是我们台湾的金阿波罗原来这一个样子啊？这个下面那张图是台湾金阿波罗的产品啊，它如果是从台湾出口，就会有 Made in Taiwan， 可是目前看到的爆炸物，我们没有看到生产地的这个标语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断定啊。不过当然，因为它长期都是从台湾拿货，所以金阿波罗公司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那右手边这个是对讲机啊，你可以看到它炸得更碎啊。那这一家是日本的厂牌啊，那日本那个厂商就立刻说，他们已经10年不再做这个对讲机，所以这个显然是仿制的。所以目前日本这家公司并没有被追究啊。不过台湾这一家公司，金阿波罗公司目前仍然还有很多的谜团啊，还没有解开啊。那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他就直接画一张图啊，告诉大家他是怎么做的。他说，像中间列那个粉状的东西叫 PETN， 它溶于这个胶状里面，它会变成一种胶质啊，那就可以粘贴在面板上面啊。那大概只要2克到4克，2公克到4公克就足以造成爆炸。反正只要传呼机被这个响起啊，那它这个大概隔了，通常大概是5秒钟左右吧，它就会联动爆炸。那由于传呼机不是系在腰上，或者是它有一个传讯的讯息啊，你会把它拿起来观察，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被炸到腰部，或者是炸到眼睛啊。那情况惨不忍睹啊！据了解啊，当天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区啊，因为爆炸的地方大概有两个地方啊。所有的医院都客满了，那都在做紧急的清创手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恐怖袭击啊，所以引起了中东地区非常大的愤慨啊。所以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纳斯拉勒他就说，以色列已经违反了所有的规定和红线，这是一场屠杀。那你可以看到被炸到的人啊，他不是被炸到手，就是炸到眼睛，不然就是炸到肾脏，几乎注定终身残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残忍的一个手法啊。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这个小女生只有9岁，她叫法蒂玛，她就拿着桌上响着的传呼机要拿去给她的父亲啊。结果他拿到父亲那边就刚好爆炸，结果这个小女生当场被炸死了。这个照片登在纽约时报，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是犹太人主导的报纸，可是他第一时间就登出这个照片，表达对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不满啊。事实上，《纽约时报》在第一时间就指控，就是以色列干的。那因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下作、太残暴，以色列政府至今仍然不承认，仍然不承认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纽约时报》就直接讲，以色列打造了现代木马屠城计啊。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大概安排了三家摩萨德主导的公司，事实上都是贸易商，他们从其他地方进口相关的电器产品，然后把它改装成这个可以攻击的一个手榴弹啊。那这个行动事实上就叫做红色按钮行动，就是什么时候要启动，就看他什么时候要去打黎巴嫩真主党，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以色列启动了红色按钮计划，那随后我们就立刻看到了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就开始了。那这个很多人就很好奇啊，就去追查这个传呼机的供应链啊。那结果追查啊，就追查到了台湾这家公司阿波罗通信啊。因为基本上啊，查到了匈牙利的 BAC 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叫保加利亚的公司啊，这两家公司都是纯粹的贸易商，所以让人家感到非常的纳闷啊。3000多支的 BBQ 传呼机，这不可能，摩萨德不可能为了要制造这个东西来特别设立一个工厂，还要有各种模具啊，不太可能这样做啊。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怀疑啊，摩萨德到底是从哪里进口了这一批货，然后加以改装。那大家追源头就追到了台湾这家公司，然后这个左边你可以看到是匈牙利 BAC 公司啊，那右手边这张图片是保加利亚的公司，可是这两家公司那个个别的政府啊，匈牙利政府、保加利亚政府已经去查过了，他们都没有工厂，他们纯粹是皮包公司，只是负责接单而已啊。所以目前嫌疑最大的当然就是台湾这家公司啊。那金阿波罗公司就立刻表达一个声明啊，他说金阿波罗公司跟匈牙利的 BAC 公司是一个贴牌授权区域代理合作的关系啊。那 BAC 就负责在欧洲地区、中东地区做销售，那产品跟制造由 BAC 负责。金阿波罗公司这个声明明显违反事实啊，他说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 BAC 公司负责，可是实际上 BAC 并不负责设计与制造，他只负责贸易。所以事实上很多人都在怀疑这家公司讲话不实在了啊。那我认为像这种惨绝人寰的国际的这种恐怖攻击事件啊，未来一定会有人专程来做调查啊。所以我真的是要奉劝金阿波罗公司，你要讲实话，不然到时候如果被揭穿了，到时候你受到的代价可能会更高。